哎，来，准备。适合运动的天气，跑一下有何不可？好好跑，认真点啊，努力点，多跑跑对身体好。我最喜欢看人家跑步。结果你不就找人会被骗两次，交换一个眼神，燕子，交换一个眼神。你们两个，相见。然后要嫌麻烦，一定要送到门口。申请到我了，然后美文怎么样？我要拿表了。那我没来。讨厌啊，真的是，我们是也有。怪哦，好不舒服啊，好不舒服啊。健身，不是你身穿戏服，哎，你怎么还没玩就湿了？对，那我好几年没有来过海边了。我要下水了，耶，好开心呢。就靠你了。我要听到欢乐的声音。很开心呢。人家有什么重要的三 C 物品要交给我了？那个水柱也太强了吧！现在小朋友的水枪都设计的这么好吗？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些这种那么强。就是说，哎，你们过来过来，就跟刚刚一样，可以吗？只是你们不要用水枪喷了哈，听得懂吗？啊！骗人！骗人！哎，我哪有骗人？没有啦。现在小孩都这样子嘛？你湿了？你都没有湿哦。有，你看。你现在上有问题。现在水枪真的设计优良。我们相处一下，我明天就回去，很想做的感觉。这对安琪来说真的是太漂亮了。不可思议！那个爸爸反映的中板好不好？我觉得安西说并没有见过这样的环境，他反而觉得这不好看。他喜欢 natural。不会上。我要上班，而且在美术根本就没有相处的机会。哪没有啊？明明就住
坐我对面啊。说的也是，买民宿吧。走。就两人世界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但重点是，只有你跟我。下次如果你半夜要出去的话，你一定要叫我。不行啦，爷爷说你睡都睡不够了。叫我。刘谦。叫我。刘谦。继续叫。叫我。哎呦，你真的是。叫我。你到底是普朗村的什么？扛把子。对。OK 啊。未来到时候何必说得这么绝情，我们都还因为你伤心到茶不思饭不想，还跑到山上去寻找生命的意义。他出家了，想得美，擦亮你们的双眼，因为新一代的帅哥型男，你不要说这个，擦亮你们的双眼，因为新一代的帅哥型男就要出现在你们面前了，呜呼，到了。可以每一集都有他吗？夏总监当然要在这里啊。嗯。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安西的男朋友。啊？所以你没人要了？哎 ，calm down， calm down， please。你的剑我接不下去了。对啊，他接不下去了。他是你男朋友。我才五级不屑就戴绿帽，玩那个 ，Come down， 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的，押上车。干嘛？依然嘟嘟呢？不要怕受伤了，押上车了。好的，不要，那我们就打了。哎，啊，哎，这个好笑。干嘛？擦亮你们的双眼，因为新一代的帅哥型男现在就要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了。Shaka Rango， 好的，他太强了，一直要憋笑。来看一下，好，来看完了。夏总监当然应该在这里啊，因为他现在可是我们安西的男朋友。哦，那个，你他们在一起了。前面吗？走，坐上车。站好。警告，再让我看到你对安西动手的话，虽然只是一个手指头，只要安西走，我也想。走。进啊。我害羞了。我需要口香糖，有种要去拍吻戏的感觉。好可爱哦！哇，面面，休息。后面，你好，速度不见了。是有点瘦了。瘦了。脱水。哦，有。好瘦哦！我的天哪！哇哇！你笑下去。哇塞，那个背。哦。那你说什么？火大。好那个。疑惑。都一样，不爽。